对我说起你跟他的故事，最后还问我什么是爱情，是否结束和开始都不必问原因，既然一分手就该无悔地承认。可是你还是有些不甘心，说你始终爱得那么认真，就算他已经不再有感情，就算他早已失去了音信。我对你重提自己的过去，曾经我也是重情的女人，所有快乐和悲伤都是命中注定，用尽了缘分总有伤心的一程。虽然我一直解不开疑问，为何爱情只有一个人痴心，是谁为了爱宁愿不清醒，女人总是被蒙住了眼睛。爵士演唱，我有幸能够在音乐的海洋中自由翱翔。2024年4月12日，我将会把我的艺术体验与您分享。大家好，我是王佩，我们不见不散。为何爱情只有一个人痴心？